有这样一个帖子，说什么？说郭老师和于老师谁的地位更高，有吧？有这样的帖子吧？我觉得这没必要挑拨离间，成绩是两个人的事儿，哪儿不能比，哎，对不对？也没有必要比啊。二位还是年轻。嗯，我问你啊，我是你的什么人？老恩师啊。我是你师父。对呀、啊。这儿是你的什么人？我大大。对，对吧？你管他叫谦大爷。大爷， 对不对？没有师父，哪儿来的大爷？你想这道理，先有师父，这才有师大爷。否则话，这个大爷就是个修车的。你想这个道理啊？对，有道理。我怎么就修车去？说还是您的地位更高一些。哎，孩子，你别同着你大爷说这种话，心里有师傅就明白。没事，大过年的你不得让人痛快痛快吗？是不是？在家里不痛快，出来也不痛快，还让人活吗？对吧？我怎么在家里就不痛快了？我倒是在你家里挺痛快的啊。哎，你再去你小狗，我跟你说。你说你的孩子。师傅，你老让我在这翻篇是吗？不重要。你不是逗哏的吗？你二位在乎我逗哏的吗？你二位？哎，我怎么不在乎逗哏的？我就是逗哏的呀。那您说逗哏的好，捧哏的好？你这去，因为工作它是有分工。对呀、啊。您举个例子来说，可能是。我在专业方面啊，在舞台的把控方面啊，种种原因吧，也是大家的疼爱，我可能是比你大爷呢，就是强个几万倍。但是我们几万的翻呢，您这啊，就是强不了多少，强一丢丢吧。我比你大爷强这么一花椒木，也就是我嗨，也就这样啊。但是啊，我还是很尊重他的。对，我们得尊重啊。我还是很尊重你，比如说啊。当然，这话说的有点骄傲了。好在没有外人。你比如说啊，你看，你别听啊，我凭什么不听啊？要说自己的成绩了。你看着，嗯，哎，我上过春晚。对。虽说没有你上的次数多，但是我也上过春晚啊。不骄傲，不骄傲。上过春晚啊，我举办过大型的商演。嗯。啊，最多的一场，比如在上海那一场，观众28000多人。这是中国相声史上没有的、哦、这个我做过啊。您上过春晚、哎、进过万人体育馆。而且你看咱们带着队伍全世界的巡演，除了非洲我没去，是不是？几乎的我都差不多了。哎，真是，这都是您的成绩。这几样都是我。哎啊，您这几样哪样不是我站边上？我也都在。我是德云班主啊。人家相声皇后啊，打平啊，师傅，我以为您多厉害呢，说了三个成绩都有余了。我徒弟多，我们家牲口多。对不对？我那个徒弟们有很多的荣誉，我那牲口都拿大奖，得冠军。师傅，啊，加油！我加个6啊，我啊，那怎么跟牲口比啊？但是大爷，朋友多呀，对不对？哎，整个娱乐圈、影视圈，我都是朋友。我整个相声界我都是朋友。不对呀、啊、我就是相声界啊。对啊，但是您为什么跟娱乐圈交朋友呢？说的有道理倒是。嗯嗯，略败。他把我绕在里头了啊。略败，但是于老师还有很多成绩。他有什么成绩啊？于老师演过话剧，全国巡演。我儿子的话剧全国巡演。
于老师拿过澳门影帝，我儿子澳门影帝。于老师是国家三级演员。我也看过那个三级的那个，那这下去那个演员的片子。我有啊，不管怎么说，去澳门拿奖就是我儿子。嗯，这还没法掰扯，你这玩意儿啊。是，这都怨你，告诉你们，大年下咱别找不痛快啊。谁找不痛快？捧哏的少说话，少说话。就是人家我说什么，你啊很。我凭什么？干嘛少说话呀？那你这就没意思。不是这说相声，你们不了解他，知道吗？他父亲是儿童银行的行长，知道吗？你说这没用。一上班让大姐躺那儿，不是。说这没有用，老太太贫血。比归比，您别老人身攻击。谁哪有人身攻击啊？对啊，对不对？没有你这啊，别吵架！大过年的，少说话。谁跟你没吵着？你挑着呢吗？这别吵架！你不是你本身你们就挑唆，谁挑唆？你还老说人家这发帖子挑唆，叫哦，就哪儿什么？你我是干什么了？都是你干什么？行了，哎呀，你好家伙，他以为他是我儿子，你看见了吗？谁呀？好家伙，我外边一挣，你跟家一吃，你算得意了，你啊？好，我真吃是怎么着呀？我这。哎，干嘛呀？怎么着？那马褂给我。我嗨，哪有马褂？哪有马褂？到这会儿急了，该要马褂了。这怎么还吵起来了，二位？不是，啊、你不是，这刚才不就是话赶话？你这大过年的，我们马上就辞旧迎新了，我们马上就进入2022年了，怎么还吵起来了呢？怎么？干嘛呀？我以为你要哭呢。别吵，丢人不丢人？这么多人，好几千观众，不是看您二位在这吵架。他们都花钱买票看我们吵架来着，这还不好买呢，我告诉你啊。今天有没有录像啊？有，对不对？还有人会发到网上，明天就有新闻了。你还等他们？还明天？今天优酷就有了，你现在上网看就有了。明天上了新闻，有标题：郭德纲、于谦撕破沙皮脸。你等会儿，丢人不丢人？等会儿。撕破什么脸？撕破什么脸？沙皮脸。这个说话就像是你师父，他撕的我，对吗？我救不了您了，嗯。废话，他们老拿我这说事。嗯，他这就是一个比喻，比喻，一个拟人化的形容词嘛。你什么人呢？啊，咱们是一个集体啊。就叫撕破脸，就是撕破沙皮脸。这我得劝你啊！你见过沙皮带着花毛吗？对不对？咱有什么说什么。咱养过狗，沙皮都是短毛的。哎，你去过去咬它去。您给我普及这个知识干什么？对吧？咱就说这事，别吵架。谁吵架了呀？我看见二位马上就打起来了。不能够。放心，不会的。哪门那交情你不知道啊？您二位在我们心里，在我们后辈晚辈这些心里啊，都是最棒的，啊，您是我们的榜样啊！原来的那么些经典的作品，对不对？卖武器，啊，我说过，白事会，对，卖布头，我要幸福，嗯，我这一辈子，我这系列全都是经典呀，师傅。嗨，那个，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您二位当时多么的默契！再说您二位这个名字，首先它就是捆绑在一起的，郭德纲、于谦捆绑在一起的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跟孙越也是捆绑在一起的呀。那你那于谦、岳云鹏、孙越、侯宝林那个谁，这都是捆绑到那谁那谁呀？怎么到人家大师你过去了？不是他那搭档死得早，我也忘了。我后来老换嘛，对不对？这捆绑到一起的，这不能吵架。我们当时吃过多少苦，您二位忘了吗？怎么还吵上了呢？这哪能忘啊？对不对？啊，我们那会儿。啥活都接，也不挣钱啊，啥活都干，啥活都接。庙会咱也干过吧，师傅？那当然了，那年头庙会是好活啊。三十晚上我师傅就睡俩小时，嗯，初二早上起来就爬着就你等会儿，三十晚上睡俩小时，初一我干嘛去了？初二爬起来跑着庙会，初一我干嘛去了？初一睡一天啊。那初二应该挺精神的，干嘛爬着去啊？对呀，爬起来。哦，不是爬着去啊，不是，对，爬起来都远，对呀，今也不能爬着去，爬到车上去嘛。多么冷的天儿，那会儿活也干啊，那是，对不对？庙会啊，各位特别冷，那会儿有我、栾云平、烧饼、小辫儿，
我记得小辫那会儿冻得嘚嘚的。小辫那会儿为了体面，小孩他都知道要脸，羽绒服外边套大褂。对，这是要脸吗？这个要羽绒服外边套大褂，那还能有脸吗？那个他冷啊。他唱太平歌词，手上打板只剩花板了，冻得手。这个叫少年帕金森。嗨，你就别起名字了，别起名字了。少帕，小辫的小辫冻得都硬了。你得亏说是小辫儿，我以为耳朵根子呢。多不容易啊，怎么还吵起来？我记得那会儿烧饼给您买了一碗馄饨。啊、哦，买什么？馄饨。哦，您听成什么了？买个红红啊，这老北京人说话就这样，有口音、啊、对，接近郑州方言。嗯，给您买了一碗馄饨，给您端过。馄饨，你再说一遍。肖儿，你再说一遍。少兵去买了一碗馄饨，俺这都叫馄饨，咋了？你要这么说，我就听明白了。还叫不叫说了？咋了？哎，娘那个脚！馄饨怎么样了呀？啊，咋嘞？哎，对，北辰跨念搁这，哎呀妈咦！买了一碗馄饨，买了一碗馄饨，什么？啊、我非给你纠正好了，给他再说一遍。烧饼给您买了一碗馄，给您买了一碗饺子，带汤的饺子是吧？我就想吃馄饨、啊、不是烧饼吗？烧饼，烧饼是人名字，不是吃的。馄烧饼，馄饨，喝馄饨，他得吃，就买点别的吧。买了一碗带汤的饺子，就给您端过来了。那叫馄饨。我的妈哟！反正就是里边有馅儿，就买了一碗带汤的有馅儿的东西。那不行啊，我也不说饺子了。必须说明白，有馅儿还是带汤，那是什么呀？那是啊，你从说元宵啊，酸汤饺子。烧饼那天他没去。那谁买的这碗馄饨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孩子，我饿呀。我去买的，我给您买了一碗鸡蛋汤，可以了吗，爸爸？可以了吗？你饶了我吧，行吗？那中了。我河南人，可好？我来这儿，这里边没有，这鸡蛋汤里边没有有皮儿有馅儿的那东西。你闭嘴！闭嘴！怎么跟你大爷说话？我刚才一直在替你说话，你在干什么？不是，没有这馄饨，我们不显着磨叽。呀，可好？呀，可好？别卡。哎，大姐说来碗胡辣汤啊、嗯，终于来老乡了。哎，哎，可好？哪儿的人啊？这是烧饼他妈。啊，乐得直掉芝麻。哎，就聊点别的吧，聊点别的吧啊。给您端过来一碗汤。哎，对，一碗汤，大冷天我来碗汤。端过来一碗汤，你把馄饨都吃了。我活不了了！见过岳云鹏撒泼吗？见过吗？干什么？这些年是没有。俩人加起来八九十了，在那欺负一个小孩。回来吧。干什么？啊？跟一碗馄饨过不去了？行了。我没吃过馄饨吗？那是。不就我们有口音吗？怎么了？行了，回来吧，孩子，回来吧。饺子也不行，鸡蛋汤也不行。啊，行，好了。俩老艺术家在这没完没了。回来吧。咱俩人就算是跟他一块蹭个春晚上了。哎，那你把我的馄饨吃了？我没吃。他说的呀，端过来之后，您说让你大爷先吃，你大爷比我冷。啊，多么的默契。他是画面多么的和谐。对对，我端给大爷，大爷说这是什么？我说这是。本身我们都没提这茬儿。赖我，
我说啊，这是一碗热汤，热汤。大爷说：“哎呦，哎呦，馄饨呢？”大爷说：“让你师傅先喝。”嗯，哎，这俩人互相谦让，谁都没喝。这会儿，小辫从台上下来了。啊，张云雷下来了。哎，张云雷喝了，眼瞅着那个小辫就软了，知道吗？暖和过来了，暖和过来了。嗯，你说这二位互相谦让，那会儿的默契呢？那会儿的和谐呢？默契上了，对不对？刚才要是有馄饨，我们就不让了。就一碗汤，让他喝去吧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刚才腰扭了一下，是吧？嗯，你看这事闹的，那会儿的默契呢，对不对？刚才还吵起来，我的节目我都不想进行下去了，真的。别去别去，孩子，你说的话我还爱听。庙会第二天吃的什么呢？没有第二天了，咱就应了一天，咱就说不能啊！初一睡一天，初二去的，初三就不挣钱了。初二去就喝碗汤回来，庙会我就哪怕有馄饨也是好的呀。庙会的故事我就写了刚才那么一点儿，还有别的呢。哦，那你再说说说说啊，那会儿饺子什么的，没有馅儿活了，没有了，让孩子稳定一下情绪啊。后边你写的是什么呀？我后边写的是我们为了赚钱，那会儿哪儿都去，都去哪儿了？只要是不能哪儿都去，我起过誓再去了小狗。那会儿，哦，那会儿啊，对呀，那会儿还没开始呢。那会儿，只要有相声说就可以。延庆有一场演出，不给给200块钱啊，不管吃不管住，当天去当天回，多不容易。二位应了，这会儿得接了。那是，但是那会儿没有车，俩人只能坐公交车，919德胜门出发，九俩人坐公交车，还带着助理，我们也浪催的。啊，我跟着去的。我跟人去的，还带着你呢。对啊，我递了两包。你就是助理啊？啊，瞧不起啊？没有。我递了两包。我们从德胜门出发，919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也挺冷的。俩人一上去，司机说：“哎，打票，得交票啊。”于老师第一个冲后边，我师傅第二个。上来冲我，那会儿多么的默契。我上来我交了6块钱，那会儿便宜，公交车上也没座，我咽个半天，好不容易弄一个座，我说师傅您坐这儿，俩人又互相谦让上了，哎，让你大爷先坐，我说大爷，您先坐，哎，让你师傅先坐，你那会儿的默契，你坐，我吃那馄饨就行了，你坐，这并没有馄饨了，没有馄饨了，那不是我吃了吗？你师傅做了，你也没吃，他给你端也是那碗汤。你是想我刚才这段没有包袱是吗？我觉得还能再玩会儿。别玩了。师傅，下次演出第一段你也带着我好吗？要不说听我们的演出呢，你一会儿都不能走神，要不然大伙儿乐你不知道因为什么。幸亏刚才那段我听了，花椒木我听了。你要没听早就过去了。就说那会儿就默契，对对，那是真默契，互相谦让，对，互相谦让，对对 对, 对。还有一个小细节，我师父演出啊，他有一个习惯，就喜欢在台上啊搁一个小纸条，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，是最早喜欢台上搁一个小纸条。哟，这点商业机密都让你给说了啊。在这儿他可能很多节目他记不住，啊，跟可能跟岁数有点关系，他记不住。不打12年就这样啊。但是于老师呢很聪明，两个人就默契啊，两个人于老师呢偷偷的用这个手绢给他盖住。我用他给我盖上，这叫默契啊。这个当然这是默契，怕观众看见啊。我也看不见了，但是您有主意啊。那会儿有主意啊。我师父假装擦汗，对不对？假装擦汗，盖上，他就记住接下来要说什么了。那就看见了。哎，对，最早是这么看。年轻那会儿，后来岁数大了，看不清了，拿起手绢，都以为这上面有镜子呢啊，假装擦汗。哎，那次演出的时候，真出汗了，热呀，拿起来就擦。哎，把这个纸条啊。带上来了，带上啊，
擦到这个后脑勺上了，自己不知道啊。但于老师作为捧哏，他这个位置看得见啊，那有默契，两个人有默契啊。说说相声，德刚啊，他干嘛了？于老师这个手，哎，往这一拍，手绢一盖，俩人继续演，这是默契呀，各位。然后我又能这样看。我还以为那我的词儿呢，这是两个人的默契啊。说的对，所以说刚才咱们没必要吵架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小细节，我们北展演出每次都是7:30开始演，对，6:30所有演员都准备好了。是的，7点的时候，如果我师傅没有来，于老师一定把大褂穿好了，就跟我们说，嗯，别着急，你师傅肯定堵车了，嗯，这是默契，耽误不了，哎，耽误不了，对。我们7:30开始，6:30所有演员准备好。7点钟，如果于老师没来，嗯，我师傅肯定把大褂穿好了，跟我们说，你大爷肯定喝多了。这是默契呀，各位。就在这个舞台上，有一次表演了一个节目叫《汾河湾》，想不到的事情啊，默契，默契，对不对？这就是默契。其实白天我就劝他，他再开一篇吧。我说默契啊，他又。啊，默契啊，默契，嗯。后来我们才明白，为什么我师父演出都带着高老师。就是于老师来不了的时候，喝多了的时候，高老师给我师父捧哏。因为高老师不喝酒。不喝酒不会啊。哦。有一次。稳当。有一次，高老师也没来，于老师也没来，就我跟孙越在后台。嗯。孙越在后台算是一个捧哏的，我师父没办法了，孙越来，咱俩演一个。嗯。孙越给我师父捧哏。捧了一段，哦，下来跟我说，小月，嗯，孙越的捧哏，嗯，太次了，哈，你这个这合适吗？这个话你这样说，你这，所以说今天我的主要目的，是想跟您说一下，怎么样？我想换一个捧哏的，续到这么半天，就这目的呀？你早说呀，要想这个呢？你要一上台你就说这句话，这会儿孙越都是馄饨馅儿了。老有馄饨干什么？你也不能这么说，孙越这个没有功劳还有苦劳，是没有苦劳还有牢骚，没有牢骚没有胸毛还有腿毛，是不是？嗨，反正这些年来也不容易，在很不错了，很好了啊。嗯，是我觉得不能说是珠联珠合吧，最起码来说，哎，俩珠啊，最起码站在你旁边，我认为好看。对啊，你不能这样，孩子啊。嗯，你就说你除了孙越，你说还有谁能用？你说呢？我想用于老师。那个馄饨的事儿你先说去。不要再提馄饨了，刚才就是馄饨那一段所有朋友都掐掉啊。凭什么呀？我卖的就是这段啊。太丢这个你说的这可以理解啊，可能你跟孙越之间会有什么小的矛盾啊，有一些个不太愉快的事情啊，但是你们两个每次分钱的时候不是挺开心吗？是吧？那倒是，就得冲一样。我跟你大爷在台上，有时候一说于家这个于家那个了，你于大妈怎样怎样，你大爷可能也当时不高兴，但是后台一分账的时候，他也乐得都闭不上嘴，啊，我也都忘了。哎，人就冲一样就得了啊。行了，岳云鹏，所以说不给我换搭档了。别换了，有什么可换的啊？我跟孙越也捆绑在一起。对对对，你们捆绑在一起啊，本身都这么多年了，就一直捆绑着呢。啊，你跟他绑那块你还暖和呢，好吧？暖和是什么？暖和啊，暖和，暖和。行了，行了，别磨叽了啊！新年新气象，今儿过年了，大年下你后台你告诉他，咱俩分手，对孙越来说是个打击。哎，啊，是对了，不重要，你明天上午再分手，好不好？啊，新年新气象。对，过了12点你再跟他分手啊。好了，今天这么些观众了，别人瞧咱笑话，对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咱这样，咱们得给大伙儿啊拜个年。哎，让人看看说相声的不是光吵架，不是光说闲白，我真有默契。哎，对了，默契很重要。对对，明儿仨站好了，志志诚诚给大伙儿鞠躬，说一句拜年的话。咱们说新年新气象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大伙儿看看说相声的多团结，准备好啊！哎，谢谢各位，预备开始。你各位，大家万事如意，新年如意，想事成。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你刚才是你师傅说什么来了？从哪儿开始说呀？哎，新年新气象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好好好好好好，来，新年新来，预备，开始。
祝大家明天我就买一碗馄饨，祝大家万事如意。我最喜欢吃馄饨，馄饨和饺子是我最喜欢。你先别说话了，行吗？行，你先别说话，看我们哥俩。你看着我啊，看着我，一块儿张嘴。刚才我也错了，张嘴。哦，别出声。哎，来，新年，新年，哎，祝大家新年新春新万事。你别说话，一块儿，来，看着，祝大家。新春快说话，一二三，说了，去你的吧，什么乱七八糟。